我今天就给你们形容一下臭鼬放的气到底是什么味道啊，它不是那种臭豆腐的臭，而是一种特别复杂难以形容的复合型味道，前调有点像是煤气味儿，再加上烧轮胎的那种充满灼热感的味道，中调像是咖啡豆被这种热量烤糊了一样，尾调就厉害了，放了几天之后我感觉我闻出了花香味儿，不会是我闻多了出现幻觉了吧？臭鼬的叫声也特别好玩，给你们听一下啊。没错，这已经是他最大的声音了。第一天夜里给他饿得直叫，我睡着了根本就没听见，给孩子饿得都哭了呢。